主料：山楂500克，苹果180克，冰糖80克。辅料：琼脂1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山楂洗净去核，苹果切成小丁，将苹果与山楂放在一起，加适量水，用豆浆机或料理机打磨成糊，将打好的糊放入不锈钢锅中，加入冰糖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慢煮，当果糊变浓稠时，加入烤软的琼脂，慢火煮化，边煮边搅抖，全部融化后放置温热，装入模具。烹饪技巧：煮山楂糊时一定要慢火，以免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